大家好，我是于美。这个猪舌是中秋节的时候买来祭拜的，我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道爆炒猪舌。现在用小刀把这个舌苔给它刮掉，刮干净，然后再清洗干净一下。清洗干净后，我们把猪舌切成薄片，切好后放入盆中备用。像葱姜蒜把它切小，切成片，青红椒对半切，把里面的籽拿掉，切成小三角，食材都准备好后，我们热锅倒入少许油，下入葱姜蒜，先小火炒香一下。炒出香味后，下入猪舌。翻炒至猪舌六成熟，稍微开大火，我们来调下味，加入盐、料酒。再来点蚝油，老抽来点调蒜色，太多了。翻炒至蒜色。猪舌炒熟后，加入青红椒，蒜苗，翻炒至青红椒、蒜苗翻熟后，一口出锅翻炒。现在关火出锅，好了，那这道香脆爽口的爆炒猪舌就做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好下饭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看。像这样简简单单的爆炒鱼，非常的好吃。
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了。喜欢一妹的朋友，帮忙点赞、关注、转发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